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缸中我们必得健康。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到唱诗歌207首《奇妙的救主》。唱诗323首，永不改变。Thank you.
在天上的阿爸父神，主啊，我哋满心感谢你，因为神你喺呢个疫情嘅期间，你仍然与我哋同在，赐我哋平安。主啊，我哋为着我哋信主嘅家庭，我哋感谢你，因为你与我哋同在，每日你嘅话语都嚟到喂养我哋，让我哋属灵嘅生命继续嘅嚟到得着更新，继续能够得着主你自己的引领，以致我们在生活中，我们仍然有你来陪伴我们，藉着祷告，藉着默想神的话语，藉着读经来到亲近你。主，我们同样感谢你，在每个主日，你让我们在网上来到一起敬拜主，同样你也透过网上的这个的资源，使我们能够得到培训，得到课程的这个学习。主，我们感谢你，愿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成为社区，我们的 群体当中的帮助，使我们有敏锐的心，能够见到人的需要，透过主你给我们的熟练的帮助，以致我们晓得去关怀，晓得去以爱心来到鼓励，来到施下一些的帮助，以致我们周围的人都能够见到我们所信靠的主是一位爱人的主，是一位有生命的主，是一位得胜的主。主，我们同样是为着我们当中有六年的弟兄姊妹，他们不能够在网上跟我们一起敬拜，但我们相信主你是与他们同在，让他们每一天在这个话语中，主也同样用圣经成为他们的灵粮，帮助他们在你的话语中能够得到信心的坚固，同样每日透过祷告、祈求和感谢来到献上给主，让他们在彷徨，在一些生活中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主啊，都透过祷告让他们都向主来到倾诉，让主同样来到安慰他们，主你同样的与他们同在，鼓励他们在每日里面都能够过一个感恩的生活，常常喜乐来到倚靠主。我们同样是为着我们未信主的家人，我们仰望在神你的手，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未信主的家人，同样我们都能够爱他们，关怀他们，我们能够在他们的当中有忍耐的心，虽然他们不明白很多事情，他们不能够接受，但是主啊，透过我们对他们的爱心关怀，让他们都能够心打开，被圣灵来到光照，被圣灵来到感动，以致他们都愿意打开他们的心来接受主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愿主你都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我们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祈求，阿们。今次就是 OK。祷告，求主使我们与耶稣一同在复活的道途上行走。主啊，引领我们，使我们时常思念天上的事情，并以开敞的心怀容纳别人。主啊，教导我们，让我们可以以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向主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父今日赐给我们，又求饶恕我们的罪，因为我们饶恕的罪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直到永远，阿们。宣读圣言，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一到第八节。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好，我们现在好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有关我们信仰不一样的信仰。那么我们大家如果能够掌握到我们的不一样信仰呢，那么无论我们在读经也好，祷告也好，聚会也好在一切的敬拜聚会赞美读经祷告上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就是不一样的信仰我之所以讲这个题目呢，是有原因的。那是因为呢，有一次有一个也是上了年纪的人他来找我讨论信仰的问题。那么他个人呢，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的，都是好的，所以他不介意你信什么宗教，他的儿女们信什么宗教，他都不会阻止，因为他看呢，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的。但是呢，他的儿女们信了耶稣以后呢，就常常邀请爸爸去参加教会的聚会。那么偶然呢，他也会跟孩子们一起去。那么没有想到要信耶稣的，但是孩子们呢总是盼望爸爸信耶稣，信耶稣。那么他就借得很愉悦信什么都好的，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呢？他也曾经找过一些人谈这些事情，但是呢也没有一个结果。所以刚好我到了那个地方去了那么我年纪呢比他稍微大一点，所以他就主动的来找我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接受别人信仰其他的宗教，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呢？他就向我发出这个问题，我希望你们能够掌握到我讲的内容以后呢，你们也可以向人来分享我们为什么信耶稣，这的的确确是与众不同的信仰。而请大家记得了这是与众不同的信仰。第一，我就跟他说，我个人对其他的宗教家除了邪教不说比较正统的宗教家，我个人我是相当的尊敬，我不会用言语来去诽谤那些宗教家，我不敢，我更不会去指责拜他们的人是拜死人，是拜偶像，我不会这么讲所以我告诉他，第一点，我对别的宗教家我是非常的尊敬。为什么呢？我说我个人认为他们的
品性、道德各方面都是非常的好。我如果跟他比呢，是绝对比不上他的，这是我要承认。啊，我虽然是一个牧师，但是我的生活、行为、心思、意念各方面，我不认为我比他们强，我比他们好。啊，这个是第一样。啊，那第二样呢？我为什么不去信他们，而要来信耶稣呢？啊，第二我就说，在众人的眼中，耶稣跟其他宗教的教主都是一样，都是很好的人，都是肯牺牲自己啊，去帮助别人的，啊，都是很爱护人的，啊，我说无论是耶稣也好，或者释迦牟尼也好，啊，其他宗教的领袖也好，他们都是可以说是为人而活，给人很多的帮助，给了很多的鼓励，很多的安慰，很多的支持。耶稣跟其他的宗教领袖在这方面啊，都可以说是大同小异的，那个出发点都是为了要救苦救难啊，能够使那些需要的人得到真正的帮助、真正的安慰啊，得到真正的好处。所以我说耶稣跟其他的宗教在这方面呢，都是有相似的地方啊。耶稣是人嘛，他们是人嘛啊。所以第三点呢，我就说了，既然都是人，那一定都要死的啊，没有一个人不会死。所以呢，所有的宗教家都死了，耶稣呢也死了啊，不能避免，每个人都死了啊。但是呢，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我问他有没有注意到呢？今天全世界只有基督教有复活节，除了基督教以外，没有一个宗教有复活节，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宗教家死了就死了，耶稣死了三天以后又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说第三点是耶稣基督跟其他的宗教家，这是最大的不同点，就是耶稣基督他不单单是一个人，跟其他宗教家一样啊，是一个人。耶稣除了是一个人之外呢，他还有一点与其他的宗教家不同的，就是他是人，同时他也是一位全能的神。所以他死了以后能够从死里复活，来印证他是神，是那位全能的神。而其他的宗教家呢，虽然很好啊，他们都是很博爱的，可惜他们只是一个人，所以他们死后没有一个宗教家能够从死里复活。所以我就告诉他了，我信耶稣并不是因为我看不起其他的宗教家，也不是我认为其他的宗教家不好，如果论品格各方面，他们的的确确是很好，但是耶稣基督呢，除了是一个好人之外呢，
他同时也是一位全能的神，所以没有一个宗教家能从死里复活，唯独耶稣基督能够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告诉他，在我选择的时候，我就考虑到这几点，最主要的就是耶稣的复活，所以我一定要选一个从死里复活全能的神来敬拜，我觉得这样的敬拜才有意义，我的祷告才有意思，我的信仰才是可靠又真又活的信仰。那么我告诉他，你会不会怀疑我们基督教耶稣的复活是一件虚构的，是我们教会哪来骗人的呢？他反而没有这样的想过，但是我告诉他啊，我告诉他，因为我怕他以后会出现这个问题。我说耶稣的复活其实呢，很多人都想要把这个复活啊的真理把它打掉啊，要消灭基督教呢，实在是有很多的人想尽各种的方法啊，要来消灭基督教。他们也知道，唯一能够消灭基督教的呢，就是要指出基督教的复活节是假的。如果他们能指出引证基督教的复活是假的，那么整个基督教呢就垮台了，我们就不需要去信耶稣的。但是2000年来的历史的证明，他们想尽各种的方法都没有办法来去印证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假的，没有。所以每一年在复活节的时候，许多不信耶稣基督的人，特别是那些憎恨耶稣基督的人，没有人敢登一篇报纸说基督教的复活节是假的，没有，因为他们知道耶稣的复活是一件历史的事实，是推不倒的，是假不了的。所以今天世上有许多反对耶稣基督的人，用很多的方法说很多毁谤的话，但是他们不敢说你们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假的，从来没有人敢这句话。所以我告诉他，我信耶稣基督就是因为耶稣是一位从死里复活，与众宗教家不同，就是耶稣多了一点其他宗教家没有的，就是他是一位全能的神。所以在衡量底下，我当然我要信靠这一位是人又是神的耶稣基督，他的从死里复活证明了他是一位全能的神，所以我信他，我拜他，我向他祷告，我向他仰望，我对他依靠，这一切就真的有意义也有价值了。所以最后我问他，你自己决定到底要拜一个宗教的好人，已经死了的宗教的好人有价值呢，还是要拜一位从死里复活，不单是好人，也是一位全能的神呢？那你自己决定了。我很感谢神，我也很惊讶，
他竟然开口告诉我他要信耶稣。他是一位拜一贯道的人，而且在家里他设坛讲经啊，已经有20年了。那么我问他，那么你要信耶稣，那你家里的怎么样？他说我不管，我就交给我的太太。哎呀，我真的感谢神，我想不到一个长者最后他明白过来了。过去他不愿意信耶稣，因为他不知道耶稣基督是一位从死里复活、永生全能的上帝。所以我希望我们基督徒自己要掌握，一定要确信耶稣基督是位复活全能的神，而且我们向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不可以忽略了这一点，这是我们信仰的关键啊，这是能够使我们去信耶稣一个不可啊缺乏的一个根据。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要紧紧的相信啊，紧紧的抓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不但是一位完全的人，他更是一位完全的神。愿主的话语帮助你们，坚定你们的信心，也能够使你们懂得如何向人来诉说这位复活全能的神，把他最重要的复活的生命的介绍给我们身边还没有信靠主的人。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愿大家都能够得到造就。阿们。由今日真系喺我哋主日里面，每一位都能够蒙主恩惠。咁咧，今日就系想同大家分享一啲关于咧我哋幼稚园嘅动向。咁啊，我制造一个短片啦，正话咧已经播放咗啦。咁啊，祝各位我哋身在马来西亚成为呢度嘅公民嘅里面，我哋除开为我哋自己国家去守望，我哋都愿意我哋国家真系国泰民安。而且咧喺呢個疫情嘅裏面，我哋都祈求主保守我哋喺
啊，马来西亚每一个老百姓里面有呢个健康嘅。咁咧，接落嚟咧，我哋就好想同大家去分享我哋关于一啲幼稚园嘅动向，甚至咧都盼望能够成为啊你嘅意象同埋我嘅意象。好啦，咁咧喺呢一度咧就让大家去分享啦，啊，关于我哋幼稚园嗰个嘅今年里面2020年嗰个嘅动向、嗰个嘅目标同埋意象啦。咁而家就正进行紧 SOP 啦。咁幼稚园咧，老师同埋校长咧，我哋每一个早上咧系有做呢个消毒嘅工作嘅。啊，咁啊，盼望小朋友都能够嘅喺呢一个嘅好。一個安全啦，嗰個防疫措施裏面咧，啊做得好嘅話咧，佢哋咧就真係家長又安心，我哋又放心去學習啦。咁咧喺早上裏面7点钟咧，我哋開始就有啊噴射一啲嘅消毒嘅啊個校區咧，放學亦都係有又去噴射一啲嘅消毒嗰個消毒劑啦，以至整個咧教室呢一個學習嗰個嘅場景咧，能夠去。有呢一個嘅安全嘅，咁呢個係小朋友啦喺疫情中嘅學習，咁我哋都能夠去依照呢一個政府所俾我哋嘅 SOP 啊，每一個嘅保持小朋友保持1米或1米嗰個嘅距離上課嘅，咁啊呢一個就係我哋嘅畢業生啦，就今年嘅畢業生啦嚇，啊好唔同啦，以往年啦啊，因為咧個個都戴住個口罩啊。我哋影相嘅時候咧，仍然咧除咗口罩影相嘅嚇，讀開幾個月書，3个月几咁樣樣咧，就要拍呢一個嘅畢業照咯喎，真係接受唔嚟啊！啊，咁呢一個亦都係我哋一個嘅小菜園啦。咁我哋咧有鼓勵小朋友去多食菜啊，咁都好開心噶。見到啲小朋友咧，佢哋嘅 feedback 咧，影翻啲相講啊，我開始食菜啦。咁我都家長好開心，係講啊呢、這個菜咧去食啊，咁我係咧慢慢啦，啲小朋友有一個嘅唔係好好嘅習慣，就係屋企咧唔食青菜，唔食蔬菜嘅，啊咁呢一個咧都能夠去培養嗰啲小朋友咧去食呢個蔬菜啦。咁呢個係我哋教會嘅啦，啊第一棵香蕉樹啊，哇真係好豐盛嘅香蕉啊嚇，咁啊小朋友都好開心，個個都誒影一張相先嚇，就係紀念。咁我哋所種嘅菜咧就係巴西菠菜啦，好容易種噶，而且咧啊收成咧都幾好嘅，啊呢個係農水班嘅收成，因為每一年嘅啊每一次個收成咧係同嗰個嘅年齡啦，所以俾佢哋嘅小朋友有一個嘅一種嘅開心，一種嘅種菜啊啊，雖然一個係小收成，但係一個係大興奮啊嚇，啊呢個係我哋小辣椒啦，係嘛，咁咧亦都係有啊。收成啦，咁通常我哋收成开咧，就系、是、会俾呢一个嘅家长攞翻去嘅。今日早上啊，今日星期五早上咧，我哋就收成开呢个葱啊，啊，咁啊俾一个4岁班嘅嫲嫲，啊，就系、是、恩友嘅嫲嫲，哇，嫲嫲好开心啊，讲啊呢啲葱都系可以俾你咧蒸一条兜底啊，咁咧就好和味啦。咁我哋每一年咧都有呢一個嘅政府呢、這個嘅 clinic 嚇，嗰啲醫生啊，食面紙為我哋小朋友咧檢查呢一個嘅牙齒，教佢哋點樣去刷啊刷牙、梳洗啊，保持牙齒嗰個清潔嘅。咁啊嗰啲nurse 啦、做牙刷啦、護士啦嚟到咧都好開心，因為咧佢亦都同我講，我未見過一間學校咧。好舒服，有亭仔，又有爬山，有草場嚇，咁、啊、啦，我哋將榮耀歸俾神啦。我哋有咁好嘅環境，咁呢個係我哋嘅課外活動啦。啊，呢個萬歲㗎啦，呢個舊啊，你呢一個係今年嘅，即係喺呢一個嘅疫情之前嘅，即係單單買過一次啫。一次咗之後咧，竟然收檔咗，因為冇辦法啦，因為咧唔能夠去。去做 SOP 嘅喎，你要保持一米，咁我哋一堆人就犯規嘅咯喎。咁都今年咧，裏面都至少玩一次啦嚇。咁、啊、呢個亦都係喺我哋疫情之前嘅嚇、啊，我哋咧就係、是、喺花園裏邊啊愛惜植物啦。呢、這個係4岁班嘅啦，入去嚟啊，下水啊之類嘅。
咁呢个系我哋体育课啦，我哋好感谢神，就系咧好多家长都我都会问下，当佢报名嘅时候你做乜嘢？你会有咩原因你会报我哋呢一度啊？咁有啲家长咧同我 feedback 讲，你哋有个大操场啊，呢个大操场好好啊，系嘛啊，可以俾到我嘅孙啦，俾到我嘅小朋友啦，可以走动啊，呢一个系你哋最咩啊？一個個好大嘅優先點啊，而我咧就選擇呢度，係啊，好感謝神，我哋呢個大草場咧，都能夠咧俾到小朋友一個好好嘅活動啊，而且咧我哋每一年每兩年嗰個運動會咧都喺呢一度嘅舉行嘅，小朋友咧喺跑嘅裏面，喺奔跑啊，喺玩各方面一啲活動咧都好，真係能夠好自由自在，佢奔跑啊，如馬匹咁樣樣啊，咁咧。最重要的，我們身為一間的教堂、幼稚園，聖經科是必然要上的。那小朋友呢，我們在這裡的時候呢，我們有三年的課程呢是聖經科。那這個聖經科呢，就是我們有舊約一年，新約兩年的。那甚至呢，我們有節日性的，譬如中秋節啦，講到神的偉大啦，譬如又講到復活節、受難節，甚至我們今年有機會講埋聖誕節嘅，因為今年是十二月中要放假。咁呢一個咧，亦都係我哋真係好盼望，我哋可以咧喺呢三年嘅裏面，就算小朋友冇翻到教堂，佢哋都能夠去聽到神嘅話語。所以基本上咧，佢哋都能夠咧有聖經嘅知識。有一天我們離開教堂，我們不能夠使到他，他又不可以回到主日學的裡面，他心裡面有神那個的福音的種子了，這個是我們最什麼，最重要的堂來的，對於我們來說是屬靈的最重要的堂。這個呢就是我們一些的很神很有这个的实物教材啦，我们记得呢，在我们，因为我们有插花嘛，是不是？我们多谢妇女好啦，每一次都有插花。咁那些花呢，在这个大堂里面呢，我们就充分的利用啦。咁有一次呢，就闹到我们半啦，闷得下边。咁呢，我们就哇，啱啱有太阳花喎。咁小朋友真的能够去接触这个太阳花，我们将个太阳花攞落嚟，你去摸下啲叶，摸下啲嗰啲花瓣啦，系嘛？咁啊，又換到我機，又可以睇到咯喎，聞下個我機係咩味道，又有呢一個嘅好實物嘅，帶啲小朋友話邊一個地方係 office 啊，啱啱學到呢一堂嗰個嗰個知識講係 places 啊，即係地方嘅，邊一度係 office， 邊一度係呢一個嘅 field， 就係嗰個field 就係草場啦，仲有 classroom， 咁啊帶佢哋去參觀啊。咁佢哋都非常之開心嘅，咁呢個係我哋嘅科學堂啦，科學呢一個嘅課啦，咁咧小朋友都有做個 experiment 嘅，就係呢一個嘅實驗啦，睇到邊啲係浮，邊啲係沉嘅嚇，啱嗰時候咧就撳呢一個書啦，咁咧我哋都好感謝神啊嚇，咁咧呢個 Quest 嘅呢一個嘅學院啦嚇。呢個大學嚟㗎，大學嘅學院就係喺金寶路嗰間，都選中我哋成為佢哋幼教教師嘅實習生一個嘅場地。咁咧嗰度嘅學校嗰個嘅學院咧，學院嘅咧，佢哋咧就有派一啲嘅實習嘅讀呢個 preschool 呢一個學前嘅教學前教學呢一個嘅一科嘅。嗰啲未來嘅老師嚟到學習嘅，咁當佢哋嚟到實習嘅時候咧，實習嘅時候咧，我哋又得著乜嘢？我哋又得著益處啦。小朋友有一個好全新嘅一個嘅一個活動啦，呢個咧就係我哋舊年嘅。咁喺疫情前咧嘅新年啦，好開心啦，大家可以攏埋一堆係嘛？而家就唔可以啦，係咪？一定要一個 M 啦。即三尺咁樣啦，呢一個我哋好開心嘅，經歷開疫情前嘅新年啦，咁隨時我哋有呢一個嘅呢個校服啦，喺當日咧我哋比起著你著過年衫嚟啦，咁啊啲小朋友就好開心，
夜晚黑阿啲媽咪講嘅，好開心。夜晚黑就預備著咩鞋，著咩衫，聽日咧要翻到學校啦，慶祝新年啦。咁最感恩嘅就係我哋幼稚園咧有一班嘅父母，佢哋咧都好咩啊，好支持我哋嘅。咁我哋咧有邀請父母啦，同啲仔女咧一齊拍照啦，做下龍年一齊慶祝啦。佢哋咧都義不容辭嘅，個個好踴躍噶，好主動噶，係嘛？又嗰日咧，你扮得特別靚嗰啲父母，我咧同我哋小朋友一齊影相啦。呢個係一個好啲好值得回味嘅一件事啦，嚇一個龍年嘅。咁啊喺疫情之前啦，即係三月啦。三月頭嗰時候啦，我哋知道，咁我哋都要教小朋友關於一啲嘅世界上發生嘅事嘅，咁就喺呢度咧，我哋知道咩叫做新冠啊，就呢個肺炎啦，COVID 啦 ，COVID-19 啦，咁小朋友我哋咧就會同佢講，其實咧我哋好感恩，我哋而家留喺度，但係你知唔知喺一月二月嘅時候，三月喺中國有一班小朋友，佢哋受到一啲嘅病毒嘅侵襲。就係呢個 COVID-19 啦，咁咧一班小朋友咧就會咩啊？我哋咧就除開真係喺教室為佢禱告之外咧，我哋都拍開一個嘅短片，咁啊咧就叫啲小朋友啊，無武漢小朋友加油，我們為你禱告。佢哋就講呢一句話啦，咁我自己一個好朋友啦，咁佢喺廣州，咁佢睇到我呢個短片啊，我係好感動啊！我自己喺廣州，我知道。呢度嘅疫情係真係好嚴重，咁佢又幫我拍一個 TikTok 咯喎，咁啊 send 到佢 TikTok 呢一個嘅網絡嘅裏面啦，咁咧佢就寫住馬來西亞嘅小朋友為中國小朋友加油，我都自己都好感動，即係我同啲小朋友講，我哋要感恩啊，咁啊小朋友都知道乜嘢叫做咩啊，有一班小朋友同我知識都感恩，有一班嘅小朋友佢哋受緊病毒啦，咁我哋都開始就教啦，咩叫新冠肺炎啊，新冠狀肺炎啊，咁咧就開始教佢洗手啦，咁啊教佢各方面嘅防疫啦。嗰時仲未咁嚴重，因為嗰時三月頭啫，2020年三月頭啫。咁啦，除咗洗手，我哋教佢各方面呢種嘅知識，做咩呢種嘅 coronavirus 啊，所以三月頭咧，佢哋識講 coronavirus 嗬，就會。除了要講呢一個嘅病呢個病毒嘅名詞之外咧，基本上佢哋已經有一種嘅意識啦。喺四歲嘅時候，五歲同埋六歲啦。咁啊，除咗洗手啦、實習啦、點樣洗啦，咁咧最重要嘅啦。當佢哋喺識呢一個一啲嘅世界上發生嘅事之後咧，咁佢哋就繼續嘅為啲小朋友去禱告啦。咁啊，亦都一個好大好大嘅祝福，神俾我哋。其實我哋辦幼稚園最大嘅祝福咧，就係我哋盼望小朋友被到被神嗰個救恩吸引，甚至佢哋能夠喺幼稚園三年嘅裏面認識耶穌基督，認識神嘅救恩。咁呢個兩個小朋友係我哋嘅四六歲啦，小朋友嚟㗎，呢個先至四歲一個。咁我哋有好多唔同嘅管道傳福音嘅管道，咁佢哋咧就侵入開Clement Young 啦，個迪幻道 class 啦，咁佢哋咧直接講你睇下小朋友會侵入教會一啲嘅活動嘅裏面，咁咧呢個係我哋最大嘅使命啊，亦都係我哋最大嗰個嘅一個嘅心願，就希望佢哋留低喺教會以致佢哋有。漫長的時間去認識耶穌基督的救恩啦，咁認識耶穌基督，你睇下呢一班噶，呢啲全部都係咩啊？都係呢一個嘅幼稚園嗰個嘅有啲係畢業生啦，有啲已經係五年級啦，有啲二年級，有啲一年級，有啲係四五六歲。我哋盼望佢哋繼續嘅翻嚟教會嘅主日學，咁佢哋都翻嚟教會主日學，咁咧就翻到嚟就參與侍奉。上主入學，所以在這裡的時候，這個是我們整個的邊鎮幼稚園最大最大的使命，就是讓小朋友能夠回到教會，真的認識耶穌了，看起來很開心，那些家長慢慢都讓小朋友去參加教會的活動了。
咁样参加主日学嘅里面，所以神嘅话语就直接进入佢哋嘅心里面。除开每一个每一日每一个星期啦，有圣经课，咁咧佢哋都能够参加我哋嘅儿童崇拜啦、儿童团契同埋儿童主日学个，哇！一个礼拜有四餐嗰个属灵嘅喂养，真系一个好大嘅祝福喎、哦。好，咁都到今时今日啦，系嘛？喺疫情嘅里面，我哋而家系叫小朋友去爱自己个国家，啊，为自己国家去守望。为自己的国家呢真的 去祈祷、啊、今天是4月28号那么稍后我们就会、去呼叫七次的摩迪加是吧神祝福我们的国家神呢、都在我们的国家里面有这班小朋友我们盼望我们这个国度不是留在这里我们这个国度呢是我哋未来嘅角度系天国嘅，我哋盼望呢一班嘅小朋友喺我哋老师嘅手中嘅里面，愿神咧都借着我哋老师，借着我哋校长，将小朋友带到咩啊神嘅角度，让佢认识神，让佢有一日佢能够得着呢个救恩。所以亲爱嘅弟兄姊妹，我盼望你即系能够去上我哋嘅网站。將我哋所 Facebook 一啲嘅活動 share 出去，咁啊，我哋都開始招生啦。咁喺招生嘅裏面咧，今年咧我自己都未做成任何嘅宣傳短片啦，但係已經係有人咧真係嚟到我哋嘅教會報名。咁我又問啦，點解你會嚟個教會選擇我哋教會啊？呢個我常常都問噶啦。咁如果有啲小朋友離開我哋教會，讀到半途離開，我都會問噶喎。因為我都問下，咦，做咩你會離開我哋嘅幼稚園啊？咁我哋都要去做一啲檢討啦。如果我哋唔好嘅話，有邊一方面係忽略咗啊？咁喺呢一度咧，不過離開嗰啲咧都有佢嘅原因啦，有搬遷啦，有一啲啊讀嗰個嘅邊緣港小學嗰個幼稚園啦。咁啊講到今年一個 case 啦，咁佢嚟報名，咁我哋問佢，點啊樣啊？咁講，好喎、啊，我睇到你哋。我哋點認識我哋幼稚園㗎？佢講我喺怡寶吹水站嗰度認識你㗎。哇！我又覺得哇，好驚訝、啊、原來咧，我哋有家長咧，真係好熱心嚇、啊，將我哋嗰個嘅一啲嘅幼稚園嘅活動咧，就 post 出去邊度啊？去一啲嘅佢自己一啲社交嘅網絡，我哋將真係好感謝佢將我哋歸俾神啦。咁我哋都盼望弟兄姊妹咧，繼續為我哋守望，盼望明年我哋會收更多嘅學生。咁啊，最好啦，咁我哋都盼望弟兄姊妹為我哋守望。第一樣嘢就係呢一個嘅，第一樣就係呢一個嘅招生到嗰個禱告啦。我哋盼望我哋每一班都呼嘅，啊，即係我哋有4歲班有20人，5歲班20人，6歲班20人。咁係我哋更加嘅更大嘅心智，都好似以前歷練嘅以往即係都有10年20年啦。曾經我哋幼稚園做過呢個上晝班同下晝班嘅喎，咁有冇咁輝煌嘅歷史嘅喎？雖然而家有好多嘅唔同嘅衝擊有好多 international school 嘅幼稚園啦，特別喺政府嘅裏面都有呢個免費嘅幼稚園啦。仲有啲安親班喺我哋市周圍喎，聽我哋講話行冇幾遠就睇到一間，冇行冇幾遠就睇到一間嘅。呢啲係各方面嘅競爭，但係咧，我哋真係要靠著祈禱，將人讓小朋友呢、這個社區嘅小朋友嚟到我哋呢個幼稚園報讀。當佢報讀開之後咧，我哋正人就有呢一個嘅機會向佢哋傳福音啦。咁都為咗。校長和老師們的身心靈禱告啦，用我們校長和校長的聰明的智慧去策劃的而老師們有健康的身心靈去教導的，有心思的而且呢有活潑的靈性，使到呢小朋友能夠去除開在這個的學習的裡面，我們都讓他都認識我們生命主宰，我們生命主宰的就是上帝啦，咁都為咗咧，我哋幼稚園個經濟狀況禱告。咁
当大家弟兄姊妹里面你睇到，其实我哋有好多都不敷嘅吓，呢几年里面真系蚀本嘅，讲得唔好听，但系呢个系千真万确嘅啊。咁我哋盼望咧，弟兄姊妹都能够喺我哋幼稚园嘅里面，能够去作出金钱嘅奉献啊。而且咧，当你奉献之后，你可以俾教会嘅财政知道你系单单奉献俾幼稚园嘅。支持我們這個事工，我們真的不知道策到什麼事、我很難忘記就是葉爾薩牧師呢曾經跟我說，當他私底下見我的時候都跟我說，永遠不怕的，我們繼續去做，只要教會一日生存的話，弟兄姊妹同心的話，幼稚園可以策下去。其實很多間有教堂的幼稚園都真的就是 bankrupt 了，即是收了檔的了停止咗噶啦，但系咧有一日我哋系估，譬如讲浸信会弟兄姊妹能够同心去支持幼稚园嘅话，我哋就有机会，我哋就有机会去传福音，我哋又有机会去扩展神嘅国度。我都听入心里面，一开班话听入心里面，我都常常嘅去为幼稚园去祷告。咁喺经济嘅状况嘅里面咧，都凭信心啊。就算呢幾年裏面，我哋嗰個嘅嗰盤數都唔係好靚，因為報讀嘅人咧人數係少咗。啊，無論我哋喺支出嘅方面裏面，我哋都唔能夠去做好多額外一啲嘅活動。但係我感謝神弟兄姊妹，因為有弟兄姊妹私底下佢哋支持教會嘅幼稚園，係點支持咧？係咧一啲嘅點心啊！好常時候咧，有姊妹們佢哋煮啲嘅炒粉嚟，一年嘅炒粉，但係咧每逢一日嘅，喺一個星期裏面有一日食炒粉。小朋友其實都好，你即係食啲雞仔啊、乾嗰啲啊、麵包啊，啊咁喺度換下個口味，食下炒老鼠粉、炒個米粉，咁咧佢哋又好開心喎、啊。我睇到有姊妹們咧，佢哋咧常常啊，就係為幼稚園咧報效。甚至煮埋嚟好熱辣辣嘅炒粉送過嚟，咁啊俾幼稚園嘅小朋友食。咁咧有啲嘅家長啊，都會所謂嘅餐座報效啊。今日啊，今日早上咧收到咩啊？收到咧一煲嘅一百粒嘅咩啊？一百粒嘅魚蛋啊，係大魚蛋嚟嘅。咁圍起嚟咧，小朋友有兩粒一個碗仔，有兩粒魚蛋食。咁又對佢嚟講係一個鼓勵。咁我都常常咧，幼稚園收到好多嘅額外一啲嘅愛心食物係俾幼稚園嘅譬如講啊一啲嘅生日會啊，嗰啲爸爸媽媽咧就會預備啲薯條啊、nuggets 啊，同埋一啲嘅各方面嘅啦嚇，就俾小朋友一人一份。所以我哋睇到，我哋都盼望弟兄姊妹都能夠係無論喺金錢上、食物上，好額外嘅去支持幼稚園。我都好感謝神，我喺當我自己去向弟兄姊妹講到幼稚園嘅需要嘅時候，嚟講我哋需要麥當勞啦，一人一份啦，真係我哋真係冇錢，整個我哋冇錢去買呢啲嘢。當我每一次開聲同弟兄姊妹講，我哋需要呢一啲，希望肯親人有小朋友咧，每人攞一份嘅麥當勞翻屋企Happy Meal。咁咧家長睇到好開心，因為家長好識計數嘅喎我哋冇俾呢一份嘅錢喎，做咩有呢份嘢食嘅？曾老師，我就同佢講啊，係教會嘅 Auntie Uncle 咧，佢哋咧 sponsor 嘅，佢哋贊助嘅，咁佢哋好多都好感動，要多謝人咁有一啲弟兄姊妹咧，當我去提出嘅時候咧，即係義不容辭，就立刻攞出錢出嚟買麥當勞啦，小朋友食啦。當我哋有貧窮嘅小朋友報讀嘅時候，冇錢俾學費嘅時候，弟兄姊妹甚至有一年咧，係一班大學生去讀緊書嘅，攞自己嘅零用錢，一個月20蚊供一個小朋友。是工作一年，这个都是令我很感动的还有呢有各方面各弟兄姊妹呢，其实他们暗中就是他
去做好多嘢啊，都系好低调嘅。但系咧，我好相信神咧系纪念佢哋爱心，同我哋家长啊，我相信神咧都能够有一日俾佢最大嘅祝福，就系得罪呢个感恩啦。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去继续支持我哋幼稚园嘅经济状况，最重要嘅就系为佢祈祷，为我哋祈祷就系喺呢三方面，特别系为着我哋老师祷告，因为当老师有嗰个嘅属灵好强嘅生命力嘅时候，会直接就影响小朋友。小朋友喺老师嘅身上会睇到耶稣基督嘅十字架嘅大爱。会看到耶稣基督十架的救恩，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会为我们祈祷。金钱是次要，但是呢是为我们呢这个事工，这个福音的事工去继续守望。我们最大的目的，最终极的，就是将小朋友带到神的面前，小朋友得着祝福，小朋友的家人透过小朋友能够去认识耶稣。好，我分享到这里，盼望大家都能够去继续的为我们的幼稚园祷告。多谢大家，我们在这里呢，愿神都祝福我们每一位曾经为幼稚园所施出的爱，我们都更加盼望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去继续关心我们的幼稚园。好，我的报告到这里，盼望我们的意象都成为你个人的意象，盼望神的国度就在这间幼稚园，在末世的里面，我们去继续的去为幼稚园守望，透过这个福音的愚公，他能够呢使到更多人，更这个社区的小朋友认识耶稣，甚至是一家人。好，愿神祝福大家，多谢。弟兄姊妹，我们一同唱诗歌319首《坚固磐石》。所以我弟兄姊妹，大家平安。而家我哋将会进入教会报告。首先欢迎弟兄姊妹同新朋友同我哋一起参与呢个网上崇拜会。教会一切聚会与活动咧，将会从3月15号咧开始暂停，直接另行通知。我哋仍然会继续进行主日崇拜，系透过网上嘅方式嘅，
希望大家弟兄姊妹亦都能够喺自己嘅家庭入边，同我哋一齐喺8:45啊，每个星期日一齐进行啊呢、这个崇拜嘅。喺呢段期间咧，我哋都会把呢个嘅诗歌同埋信息发俾大家嘅。咁请弟兄姊妹亦都能够嘅喺家庭进行啊敬拜。我哋亦都会有每日嘅祷告时间，为着弟兄姊妹嘅需要、家庭需要嚟祷告嘅。我哋相信我哋亦都能够嘅，透过呢个祷告时间，我哋能够一齐为教会各需要祈祷。啊，我哋将会定于每一日嘅朝头早9:00到10:00，又或者系晚上9:00到10:00嚟进行嘅，方便大家容易记得。同时亦都能够嘅，弟兄姊妹都能够参与 A 或者系 B 嘅祷告时间。如果以上嘅时间都唔方便嘅，我哋能够鼓励弟兄姊妹各自啊安排自己时间为我哋嘅事项去祈祷。我哋仍然有每个星期四晚上同个 Zoom 有个祷告会嘅，每个星期四系晚上8:30啊开始，我哋会进行一个小时有少少嘅信息分享，亦都有个祈祷会。咁样啊，弟兄姊妹呢个祈祷会咧系公开于全部个团体，每位嘅弟兄姊妹亦都能够参与嘅。详情如果需要嘅，可以联络锦佩弟兄。职青团体咧，亦都将会开始喺9月开始啦。我哋喺每个月嘅第一个同埋第三个星期六咧，喺教会嘅大堂进行，时间系8:00到9:00。OK， 如果有祈祷时间有改变嘅，我哋将会通知大家。我哋亦都将会有一啲嘅 SOP 俾大家去进行啦。喺教会嘅呢个嘅团契实体聚会开始之前，我哋会通知大家。最主要大家系要戴上个口罩，要 sanitize 自己嘅手之类嘅，或者系当然啦，要确定自己嘅健康系良好嘅。青少助道会实体聚会都会有同我哋职青嘅呢个嘅聚会咧系一齐进行嘅。当然时间会有唔同啦。至于青少助道会咧，个实体将会系每嘅一个嘅第一个同埋第三个星期六喺教会大堂进行，时间系晚上7:00到8:00。若果日期同时间有更改 ，OK， 我哋将会通知大家啦。要知道详情咧，大家可以联络天师或者翠儿姊妹。青少年助道会、家庭聚会或者系网上聚会咧，最新嘅日期、时间、地点安排咧，会喺青少WeChat 组通知大家，请青少年人自行留意。要参与青少年弟兄姊妹，请提早向负责人问详情啦。大家可以联络天星或者翠儿姊妹。至于疫情期间嘅奉献安排咧，弟兄姊妹亦都能够继续作安排，可以将这个安排咧，这个款项咧纳入教会嘅户口。咁记得咧，将嗰个收据发俾 Irene 姊妹，并喺个收据入边注明奉献者姓名是作何奉献嘅，比如话十一奉献啊、感恩奉献啊，或者关怀基金，甚至乎或者系宣教基金或者经常费等等。以后就系教会嘅户口号码。財政亦都係 Irene 姊妹啦，做大家弟兄姊妹，我哋亦都能夠嘅盼望依家嘅疫情期間，大家能夠嘅有著平安呢個就係我哋嘅教會報告多謝大家。讚美以神萬福之源。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安慰，常与我众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阿门。